Nah.可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就去做水门大的，他连着骂你就好。那他后面先出过你啊，你在我这儿就出过你啊。所以你要把你的赶跑了，是他的客户肯定。十一嘛，他妈中国愿意弄这个事儿。十一大庆，然后不让中国货都放在机场，我操，出了30%-40%的水。那北京10月1的时候30多度。这得罪客户得罪了。对啊。